大家好，我是养狗的挑夫，今天出一趟远方，带两条狗。看，这是修罗，这个航空箱里是沙拉。这次呢，两个目标，一是带着修罗去怎么样交流一下，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带着沙拉去搭配一下，然后交换一下血液。本来准备明天走的，但是萨拉的话看生理期已经到时候了，咱们等不了了，所以说今天咱们出发，走吧，目的地也是一个大网红，走吧。高速上堵车了，堵太厉害了，地图上显示有16公里拥堵路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过呢。趁着堵车的功夫跟大家聊一聊，很多人会感觉我跑几百公里去配个狗值当吗？其实只要能出好狗，跑个1800公里的经常有的是，这100-200公里根本不算路。你看这家伙很期待，修罗，看修罗状态挺好。沙拉，沙拉，沙拉，噗噗，应该是他俩谁放屁了，噗，太臭了，开窗户，开窗户，哎，太臭了，噗，修罗是不是你放屁了？你想熏死我吧？科尔的现在堵车可以开窗户，你要是正常行驶的时候怎么弄？啊，噗！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狗屁有多臭？在车里放一个狗屁太臭了。迎客前方的风，敞开胸怀，吹走心中。下高速喽，马上到地方了，已经快黑天了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。到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大网红阿龙，下车了，下车了。带着修罗，山东一个好大哥，这是。来吧，卸吧，卸吧。过来。那只开着了没？那个算了。嗯。拴着了吧？啊，算了。那哇，这么壮！刚才那儿看见羊了，差点跳车。嗯。太壮了，这是修罗是吧？啊，对。好壮啊！这个小油耗旋风放不开，来不了。旋风比它还大是吧？旋风比它大。先放到里边吧。好。走。我不敢靠近呢，那门开着嘞。先放老检社吧。哇，这个劲头厉害啊！放哪个？这吧。放这边吧，放这边。可以啊，还信哥可以。用力弄一下。啊，行了，没问题。修罗，我靠，这么壮啊！第一次见呢啊！这都紧张了，啊，这笼子还有点紧张呢。嗯，太棒了！弄了航空笼子是吧？啊，对，航空箱。这个咱俩一块抬吧。不用抬，直接放出来。放出来？哎，等会儿，你拿着绳子了没？等一下，绳子脱裤了。绳子脱裤，我都带着绳子。陌生人他不攻击吧？
你别有大动静啊，大动静不行。啊，他叫啥呀？沙拉。沙拉。对对，我在视频上见过他。哎，好狗！哎，你这边狗都特别壮啊！这壮吗？这两个是最不壮的。他还没有芭比壮是吧？没有没有，芭比要比他粗很多，盖亚要比他重，他没有重20斤。看看，山东大哥的这两条狗，太牛逼了啊！在这待几天吧。你看，刚到这儿，阿龙子跟他斗一下。